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珍妮，好久不见。你很久没来了。对，我好好的扶我回来了。第一次回归就穿的那么正式，不愧是我们柯妮莎。没错，一下班就赶过来开箱。今天我们来开箱粘土人。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，我从来没开箱过粘土，以后都可以开，因为我会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多魔法石，是透明卡牌片的。对，两只都是透明卡牌片。我们这两只是1040号跟918，对，前面有写。真的吗？对。一个是穿有子中学的制服，一个是穿 OP1 战斗服。这只蛮特别，它有附这个飞翔台的特效，超可爱的，我好喜欢这个。好，那开箱。好，我们来先看哪个嘞？我们先看这个，好不好？看来就是你比较喜欢这个。对，就知道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部件拆完了，都全部拆出来了。那部件有这些。好，来讲一下有什么特别。我们先从好那边好了。然后这边比较特别是这只熊，小妈送的熊。对，他们就是会互相送对方熊，表示喜欢对方。然后这比较特别是他这个表情是小樱特有的表情，惊吓表情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这个因为是上课，所以他有附一个书包哦，而且他书包很精致。金框，然后有附一只法杖、梦之杖，这两只都有梦之杖，然后附一个台座，然后一个支架，每一个粘土人附一个支架，不然它会站不起。然后是小樱的本体，然后裙子是软的，然后头发也是软的，这样。这边的我觉得比较特别，因为它是 OP 片头，我觉得有点偏心啊。这个是附的，这是飞翔牌，然后它已经变出来在它背上，然后它是可以动的哦，可动度还蛮高的。漂亮，然后衣服也都很精致，非常精致，不是印上去，都是立体的。这个没有副脚，这个附了一个半蹲姿势的脚，有飞起来的感觉。皇冠，然后还附一个疾风牌，疾风小樱可以拿着。然后特别的是这个，它有附这个底座，魔法阵底座，因为它这个是 OP 片头嘛，变身后，这是可以装在那个板上。这个附在盒子的后面，不要找不到，超搭的，这一款超美的。除了这个底座，其实你自己也带了两个底座来。对，我那个我超喜欢这次一番赏的那个底座，哎呦，牌标不见，江江，这就是这个底座，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刚刚组好了两只，我们刚请了两位帅哥帮我们选了两个姿势，这个是好好选的姿势，好好选了一个他最经典的姿势，这是他独有的表情。他我们还有换了手，然后这个底座是买这两个粘土人有送底座或者是书选一个。对，等下我们在后面会说到，我们好好会介绍。然后这是他的梦杖，我们没有帮他放上去。然后这是他的附了小熊，然后手跟书包在这边。他这个表情超可爱的哎。然后他的原本手在这，然后他的书包，我们因为没有全部组，我们给看一下。他可以拿梦之杖，然后拿书包，惊讶表情，那个好好选的表情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可以拿熊，小狼送他的熊。惊讶，好惊讶表情，这是好好选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神社选的，这个他选了一个最仙的姿势，很精致。他这只衣服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偏心吧。他的衣服啊是有金边的，然后这个都是立体的，做得很精致。然后这个飞翔也可以动，翅膀都是可以动的。然后还有附这个魔法阵，然后还有皇冠很尖，然后还有附。另外一个脚是可以弯的，我把它换了，它才有这个姿势。托盘很精致，超小，比我的指甲还小。这是疾风，它只附疾风，然后它背后也很不马虎，很精致，非常精致。它也有一个梦之杖，所以你买两个就有两个梦之杖。所以它可以只用两只，可以一手拿两个，双刀流哎！再买一只，我们嘴巴再咬一个，我就跟索隆。这个就是
我们的刚刚摆的，然后他可以拿梦杖，然后下面有个底座，好，然后飞翔在后面，然后这是那个很可爱的表情，这样，然后可以拿哦，可以拿骷髅牌，不是不能拿的哦。这是大概是这样，这是蛮精致的，衣服也很漂亮。我们经过刚刚我们两个人的探讨，决定做一个这么屌的姿势。是好好提议的，他说再买一只可以咬在嘴巴上变索隆，嘴巴没有卡榫可以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好，你很夸张哎，一只不贪心，一次要两只，当然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这是好好的愿望达成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没办法买两只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帮你达成了，一次拿两只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公仔就介绍到这里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今天开箱的是粘土人嘛，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只要来南崁的朱帽子买一个粘土人，就会有一个 GSC 纪念底座，或者是一本 GSC 的书。就是、你买一只可以选一个，这两个选一个，所以你要两个荣耀就选两个。买两只都会送出来，看你要选哪一个东西。嗯，那个书里面有从一号到一千号，然后你要看一号长怎样，你要记得看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好一下，一下看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可以来，还蛮值得纪念的，因为那时候是到曼博会场打卡才会送一本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蛮多人抢的。然后现在就是买就会有送。嗯，我自己都想买一个。嗯，对，还蛮值得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可以帮我影片按一个赞，并且分享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。想第一手看到影片，可以开启我的小铃铛啊！也不要忘记帮我们的朱帽子粉丝团按一个赞哦，按赞。好，我是好好，我是托尼，拜。